呼啦呼啦嘿呼，哟嘿呼的哟呼呼，哟呼啦呼啦嘿呼的哟呼呼的呜，埋头埋头。哪屋？这家吗？在那个 Cliff Walk， 就可以落到去那个位噶啦。哇，大地在我脚下。是还未完的，这条路好正啊。哇，你看回头望是几咁壮观。又是这个景。还有一些雪是未融晒。现在呢我们就走去个湖道，细路真的很得意。跟住会变成一嚿硬刮刮的冰。不知道还要走了几耐呢？搞笑。流了支水在雪柜好凉啊，这段路因为啲风在那边吹过来，因为好多雪，好凉啊，正啊。见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依家咧要落山啦，所以咧我就可以去挑战嗰个飞鹰啦，耶、yeah! ！得一次噶咋，你一系拣上山，一系拣落山。依家变分，水壶啊，受伤嘅心灵，我决定要买粒糖。
可以整下自己。街度會話點解會有人擔呢啲自己嗌粒框框嗰啲，但係冇得揀。好彩俾佢揾到，仲喺度諗緊點解咁大超級市場乜都有，係冇遮。我哋咧依家喺一家酒店職員介紹嘅餐廳，豬扒我估呢個肯定係。呢個豬扒意粉。牛啊，烩牛啊，係嘛？呢個係飯嚟嘅，揭盅。哇！喺個飯咁的色。我哋間餐廳，我翻去先，因為真係好攰啊。呢一間嘢犀利啦！首先咧，我哋三個人有四張牀啦，間房咧係有露台嘅。哇，靚景！住咗咁多間嘢咧，第一次咧係有個 dining room 嘅，個廚房出面都有六個爐。咦？有好似嗰個廁所咧係分開坐廁同埋沖涼嗰個位。周圍咧都有啲可以洗手啦、飲嘅水咯，因為上面係雪山。我哋依家喺上面，三個朱古力嘅馬特洪峰。呢度咧有條街，好得意，喺個雪山前面有條咁多人流嘅街，前面好熱鬧。嗰個酒店起喺嚿山嘅石上面。準備表演 Orchestra。 如果耶穌嚟嘅話，會潔淨聖殿。佢哋依家喺超級市場買餸翻去煮嘅，行呢啲大超市咧，個人真係會好開心。尤其是睇呢啲包啊，好多嘢都買。